第四十题，关于各种物质的化学式写法，下列何者正确 ？A. 氧气，氧气应该是 O2， 所以 A 的说法是错的。B. 氯化钠，氯化钠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所以氯化钠应该是 NaCl， 所以 B 选项也是错的。C 选项二氧化硫，氧化物的氧写后面，所以应该是 SO2， 所以 C 选项也是错的。只有 C 选项是对的，我们在化合物的时候根写在后面，所以硫关根写后面，金属写前面，所以铜写前面，所以我们的 C 选项硫酸铜写的是对的。所以第四题我们说，关于各物质的化学式写法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硫酸铜 CuSO4。